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轮源投顾王信杰。我想在整个美国股市短线一个持续跌升反弹一个带动之下，今天台股在所谓一个电子股一个回升的一个加上周选择权的一个结算，今天是一个开高震荡走高，最后是上涨185点，收在18151点，它指数已经来逼近所谓一个月线上下附近的一个短压区。那你看到整个新春开红盘到今天为止，台股几乎连涨三天，从整个17000多点拉到整个今天连涨三天，来到整个月线上下附近，你不觉得都跟信小时在过年前，当全市场极度恐慌害怕，当全市所有的专家都建议你，不要抱股过年，或者如果你要抱股过年，你低持股就是降低持股过年的当下，谁在过年前告诉你抱股过年？谁在过年前告诉你年后台股没有什么低档？直接来反弹，先看月线的18200点上下，先看月线18200点上下。那我相信整个18200点上下附近，今天几乎已经让你看到，也都完全让你做验证动作。所以当整个台股今天反弹到月线上下附近，接下来行情该如何判断？我想也是今天信小时一个节目里面要跟大家分享重点。所以第一个，整个针对大盘加权指数，我相信市场上的一个大多数的专家跟大多数的投资朋友们，我常在讲嘛，在股票上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涨时看涨，跌时看跌。你看过年前市场是极度悲观，很多人告诉你可能要走大空头的，美国股市破年线，台股可能要崩跌下去的，纷纷在过年前叫你不要抱股过年。所以你也看得出来，在过年前每天融资都是大幅度的一个减肥，20-30亿、30-40亿在做减肥的动作，尤其是航运类股，特别是长荣这一档标的，融资更是整个在过年前几乎是融资减幅第一名的标的，那第一融资减幅最多的也就是在航运类股，第一名叫长荣，融资减幅最多的叫做航运类股。那大盘的整体的上市柜融资也是大幅的减肥，可是当市场上在之前极度悲观，我告诉你年后没有什么低档，台股有低无低都要做反弹，先看月线18200点上下。可是当整个它开红盘之后，对不对？俗话说得好，连涨三天，散户不请自来。股票市场连涨三天，散户不请自来。对，连涨三天，你看到市场上原本在低档看空的专家，原本在低档看空的，在天天卖超的，法人甚至外资法人都一样，开始涨上来的，又开始变得乐观了，对不对？19000、20000、21000，甚至更高价又喊出来的。那我相信，我到整个目前为止，我对整个行情的看法没有做改变。年前全市场最悲观，我叫你做多。现在连涨三天，来到月线上方附近。当然我没有说不能做多，但是可能短线，快则明天，慢则可能在礼拜五左右。随时大盘指数可能会稍微做个短线一个震荡动作，所以我对整个大盘加权指数个人看法做法都没有改变。三月中美国升息前后附近，应该台股还是一个区间震荡的看法没有改变，不会因为这几天的大涨，我又变得非常乐观，19000、21000又喊出来，不会因为过几天，过几天大盘指数如果有收黑拉回整理，我又变得悲观，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三月中美国升息前后，还是一个缺陷震荡这类格局，那你也不用害怕美国升息呀，美国股市会走空啊，台股也跟着走空大跌崩盘下去了，这个我想在之前已经多次告诉大家的，升息的背后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含义，就告诉你一件事情，除了你说通膨的一个升温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景气美国景气持续在复苏。那如果美国景气持续在复苏，你按照过去这么多年的，你去看美国的股市也好，你去看台股也好，只要进入所谓一个升息循环里面，除非整个升息循环走完，进入一个升息循环，第一次听清楚，第一次升息前后，第一次升息前后，股市一定会做比较剧烈的震荡。这个都过去这么多次美国的这么多次的一个升息循环，通通都没有例外，只要第一次的升息前后，股市都会做比较剧烈一个震荡，但是只要进入一个升息循环，区间第一次升息前后剧烈，
剧烈的区间震荡完，长多的格局没有改变，整个长多格局往往都是走到升息结束，开始进入降息循环的时候，才是整个长多一个格局的一个结束。好，那今天在整个节目一开始先跟你分享这些观念，听得懂你就听得懂，听不懂的或者你在股票市场连基本的观念都没办法了解的人，那你就继续自己或跟其他专家在股票上追高杀低嘛，反正长期下来是你在追高杀低套牢赔钱，并不是我的家族成员，也不是我的一个粉丝团好友们。好，我相信你自己很清楚知道，那指数目前不是看得很热，就是一个区间震荡，那区间震荡的过程当中没有崩跌的一个疑虑，这个我从过年前讲到现在没有改变，重点在选股。那你说现阶段选什么股票？进可攻退可守，特别是指数已经来到月线18200点这附近，对不对？而且已经越接近，已经2月9号，毕竟3月17号美国 FED 宣布升息，也剩下最后这一个多月时间。所以我在整个从过年前到整个今天为止，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你不觉得会涨的创新高电子股是少部分电子股？好，但是之前涨多的一些高本益比、低股息、殖利率电子股，其实最近这两天当然也有做跌升的反弹，可是你会发觉很多电子股真的离前波的高点还非常的遥远。那我讲过的，从现在到整个所谓的3月底前后附近，就是要陆续公布所谓的去年第四季的财报，也就是去年的财报。那去年第四季财报好的公司，你觉得股票会等到财报利多见报的时候那一天才开始涨吗？还是第四季财报好，不管公司派大股东，不管法人、国内外法人或者忠实户，大家心里有数的。所以如果第四季财报非常好的一些公司股票，会不会先行人家做先行卡位，已经趁着这些第四季财报好的公司股票已经开始在悄悄的震荡走高，有的股票可能在开红盘礼拜一礼拜二急拉大涨两天，今天稍微做个休息震荡整理，但是有一些第四季财报好的公司，甚至今年已经是市场高度预期有机会高股息殖率的一些高配息高股息殖率股票，有的涨两天，今天稍微做个震荡整理休息，有的甚至从礼拜一开红盘到昨天礼拜二甚至到今天礼拜三，已经有一些股票已经连涨三天，那你看到了，对不对？那代表的是说，当这些股票已经在涨，这个就我之前讲过了嘛，第四季财报公布完，对不对？接下来就是公布今年一个配股配息，那今年一个高配息的股票、高股息日的股票，也绝对不会等到六七八月除权息的旺季股票才会涨，绝对是事先反应。如果市场预期某些公司第四季财报好，如果市场预期某些公司今年绝对是属于高配息的公司，高股息殖利率的股票，股票一定会事先反应。等到你看到那个配息利多见报、财报利多见报的时候，往往股票已经大涨了一大段等你了，信不信由你，你自己看我讲的对不对。每一年都是这样，历史永远不断在重演，但是往往历史不断的在重演其实做股票很简单啊，你要在股票市场稳稳的，在股票市场长期下稳稳的赚波段大钱很简单啊，但是为什么许许多多专家、许许多专家的会员，为什么市场上许许多多投资者在股票上做到赔钱？原因理由就是我所讲的，你没办法克服所谓人性弱点，低档恐惧，高档贪婪嘛。原因理由，你为什么在股票上很多人在股票上没办法赚到钱？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因为你永远只看到眼前，只看到今天股票涨与跌，你没办法看得到未来。再来，为什么长期下来很多专家的会员、很多投资者长期在股票上没赚到钱？因为你都太在意短线的一个太在意短线的一个价差操作的，对不对？喜欢追逐所谓一个名牌标股，喜欢每天看到涨停板的，每天跟你推荐一些涨停板的股票，为了做生意收会员。你老是喜欢在股票市场想要一步登天、一夕致富，在那边当日冲、隔日冲。我做那个短线价差，赚个所谓的便当钱、买菜钱。请问各位投资朋友，那你冲了几个月下来，甚至让你冲了一两年下来，你当日冲到最后，你赚得过多少钱？
还是最后你财富一直不断在收水？你在那边隔日从短线操作，请问你过去这一两年赚的在股票上赚了多少钱？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你长期跟着我的脚步稳稳渐渐在操作的，我不敢说我每一档股票，都一定会让你赚到钱，因为我不是神嘛。对，连股神巴菲特都有看错做错，甚至停损股票的时候，何况信杰老师我也是人啊。但是至少长期下来，你知道我对的几率高达八九成，你知道我让你做股票，你赚钱的几率是高的。好，我想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再拉回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要跟你分享重点。好，包含如果节目的时间有空，我会直接跟你再分享一些第四季财报家以及高股息这些股票。好，但是如果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投资朋友比较关心的是航运类股，尤其航运类股在礼拜一开红盘涨停板，昨天又拉一根中长红之后，今天开高走低，最后在平盘上下附近做震荡，万海收小红，长荣收平盘左右，然后阳明收小黑，就是在平盘上下震荡。那来到整个季线上下附近，已经涨两成的一个航运类股，来到季线上下到底该买该卖？我想这是比较多投资人会关心的，毕竟你也知道，其实事实证明一件事情嘛，过去这半年多来，能够在股票市场带着家族成员，带着各粉丝团好友们，甚至带着各位忠实的亲爱的忠实观众们，你在航运股里面赚到钱的，全市场就只有信杰老师我做得到，不然其他专家你会发觉，自从整个去年七月份以来到现在为止，要么追在两三百块、两百多块的长荣、阳明，买在三百多块的万海，一路沿路加码摊平，结果一路沿路加码摊平，跌到年线附近一百块附近的长荣、阳明，结果叫你恐慌害怕，含泪停损出场。去年停损在十月份，追在两百多块的长荣、阳明，在一百块左右，让你十月份停损长荣、阳明，对不对？啊，涨到一百三、一百四的长荣、阳明，又叫你把它追回来。结果在去年十二月份、今年一月份，一百三、一百四叫你买的长荣、阳明，结果过年前，你看过年前多少专家、多少网络酸民叫你停损长荣、阳明，特别是长荣，对不对？多少人买在一百三十几、一百甚至一百四十几的长荣、阳明，结果在过年前，一百块以下的阳明、一百二十块以下的长荣，全部恐慌害怕，含泪停损出场。但是当过年前，这么多的专家、这么多的投资朋友、这网络酸民们叫你停损的长荣、阳明之后呢？请问开红盘之后，长荣、阳明有低点让你补吗？你在过年前卖掉的长荣、阳明，请问年后有低点让你补吗？你在过年前去追空长荣、阳明的，请问过年过完年之后到今天为止，你空单补得回来吗？你空单可以获利回补吗？还是你现在空单都被嘎的？特别是过年前含泪停损出场的，你过完年之后，你相信那些专家讲的话，你被那些网络酸民的个什么所影响到的投资朋友们，他们都害了你，他们不是在帮你在股票上赚钱，他们都是在害你，害你把航运股砍在地板，然后眼睁睁看着前两天长荣、阳明涨了20%上来。所以你会发觉，我相信现在你会发觉，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人，只要手上有航运类股的，特别是长荣、阳明的人，越来越多的人会看信杰老师的这个线上的一个直播节目，越来越多的人只要手上有长荣、阳明的，或者对长荣、阳明的一个操作有兴趣的人，不管是短线的价差操作或者波段一个操作，因为你知道我在讲的长荣、阳明操作就是波段搭配短线价差的操作，反正你只要想在航运股稳稳健健的赚波段大钱的人，越来越多的加入我的粉丝团，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位、Telegram 或者 LINE 这个粉丝团，透过我的盘中讯息，我帮你持续的过去这半年多来，不管今天长荣、阳明大涨或大跌，哪怕今天跌停板，哪怕过年前航运股杀到连线附近的时候，上下的时候，全市场有如落水，那个落井下石，在有如落水狗，落井下石在打落水狗的时候，谁还是持续的每天帮你持续不间断追踪长荣、阳明的一个，不管从筹码面、基本面、或
或者技术面帮你追踪，谁在每次去年十月份80几块的长荣、阳明，好、哦，这次过年前，好、哦、年线上下百好100块以下的阳明，110几块的长荣，持续的帮你雪中送炭。至少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你事实证明一件事情，你只要有长荣、阳明，好、哦，特别是在高档套牢的人，你来找我，你都不会是因为去找其他专家，或者相信那些网络乡民所讲的话，而恐慌害怕，含泪停损在最低点。所以我也讲的，我可能今天还是一样，我还是会花比较多的节目，跟你分析长荣、阳明接下来我的看法，好、哦，航运股我接下来的看法，好、哦，那如果时间有限，我会针对这个族群再跟你做分析。当然，我还是事先讲，万一我节目的时间，啊、哦、不够，毕竟，啊、哦、节目时间也是短短半小时的节目的时间呐、啊。你说讲太久，讲到40-50分钟以上，你也累了，你可能看了也累，你也看不完看不下去了。所以说，万一这个族群第四季财报比较好的，或者是高股息的股票，万一节目时间没办法跟你做公开分享介绍的话，没关系。如果你对这个第五点这个族群有兴趣的人，你可以去看信角师的 FB 股市群会，你可以去看信角师的 Telegram， 或者你透过这边有没有游标下面有 Lite 的账号，你去看我 Lite 里面的盘中讯息里面，我都有针对这个族群跟你做公开分享动作。所以这个第四季财报比较好的高股息持续股票，我想我在前几天，好、哦、过年前送给你关键报告里面，也都有跟你提到的几档，哦，这种高股息持续股票。那你会发觉，我在整个过年前送给你的关键报告里面跟你提到的这些第四季财报好的高股息持续股票，哦，就像我节目刚刚一开始所讲的，有些是连涨了2天，今天是要做震荡整理，对，有些这种高股息持续股票，甚至已经连涨3天了，哦，礼拜一大涨，昨天礼拜二收中长红，今天再收一根中红棒的，哦，这4档股票，我送你4档股票，有的都已经几乎都已经。好像印象中只有一档股票是收平盘左右，今天收平盘了、啊，啊，其他3档应该是连涨3天了、啊。如果我个人没有记错的话，我在过年前送给你关键报告里面的四档第四季财报价的高股息这股票，应该今天到整个开放盘到今天为止，有一档是涨2天，一天今天收平盘，收在平盘附近了、啊，其他3档是连涨3天了、啊。哦，其他3档股票我如果我个人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连涨了3天了、啊。那代表你过年前来索取有关键报告的，或者你在这几天有加入信角师的粉丝团，哦，都不管在 FB 的股市群会、Telegram 或者 Lite 粉丝团里面，盘中讯息跟你提到股票，你只要逢低有去买，到今天都是赚钱了。反正有买，恭喜你都有赚了，哦，开工的大红包继续赚下去就对了。好，那整个行业类股你也知道嘛，谁能够在整个从去年的7月份到现在为止半年多来，阳明19战全胜。长荣的17趟全胜，而且在过年前，当全市场最恐慌害怕，没人敢叫你买航运股的时候，谁公开告诉你阳明买98？谁公开告诉你长荣买在113块？我相信你都很清楚知道。而且我买的不是就哦，买到最低点嘛，我讲过我不奢求买最低卖最高嘛，我买的都还有低。如果你是透过粉丝团的盘中讯息，我相信当天你都一定可以买得到这个价位，一定可以让你穿价成交，好，不管是长荣、阳明都可以，一定可以让你穿价成交。好，那现在当阳明已经涨到110几了，好、哦，长荣已经涨到130块上下附近了，接下来长荣、阳明该如何操作？或者说，在整个季线这附近震荡的长荣、阳明，到底该买该卖？好、哦，我待会节目当中我会告诉你。好，所以回过来大盘加权指数，我就不多讲了。哦，我讲过的，我都是在分析未来。哦，之前跌到年线，全市场在恐慌，叫你做多。你看16000多点，回过来是从10月份到今天为止的最低点，那时候告诉你做多。哦，那你要永远，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哦，你要很清楚知道，我跟其他专家最大差别在哪边。我不是在节目当中，我不是刻意说，好像我在跟其他专家一样在炫耀我信角师我多厉害，我多准，我多神。哦，你赶快加入了会员哦。对不对？明天有标股会涨停板哦，那我做生意收会员的一个行销手法。说真的，我看了20年，我都自己都我也知道啊，老掉牙的。
如果心理老师我真的是像其他专家一样，只是为了做生意收会员了，我天天跟你讲标股就好的，天天跟你拼标股就好的。但是坦白讲，20年下来呀，我看过这么多的专家了，好的专家的会员呢，拼标股拼到最后几个真的赚到钱，每个最后都是被抬出场的了。哦，那些专其他专家的会，那些拼标股的专家的会员呢，最后都是早跟晚的问题了，最后都当然这是时间的问题，早晚都是被人家抬出场，在股票市场毕业出场的，对不对？所以我是很客观的告诉你，那我跟你谈这个东西，我不是在说我多准，你不觉得我从头到尾都在跟你分享沟通一个观念吗？你要永远相信一件事情啊，股票市场低档都是利空啊，高档都是利多的。但是因为也就是因为低档都是利空啊，所以为什么大部分专家、大部分的法人、大部分投资者都会犯的所谓一个人性的弱点？这不是你的错，这是大多数人会犯的错。对，跌时看跌，越看越空，跌到你会怕，怕到你不敢，不仅不敢买股票，你会还会把手上的股票含泪停损杀出。对不对？那高档都是利多，涨到你受不了盘面诱惑，你会想说：我今天这档股票我不去买，明天万一继续涨停板怎么办？结果运气不好，你经常就是十次有八次都追在波段相对高档，十次有八次都在砍在低档。而且我这个我也讲过的，每次低档融资都是一定大幅减肥嘛。那你看融资砍完之后，啊，股票是继续崩跌嘛？你让你在这低档看到利空砍掉的人，请问事后有多少低档让你补？我不能说完全一定没有低点，但是你会发觉，就算有低，低档剩多少？你看这个观念，我一直跟你分析到现在，哦，包含从大盘指数，包含在航运类股都一样。好，那纳斯达克，你看跌了这么多，长黑的时候，谁告诉你利空出尽？你从1月24号当天晚上有没有那天晚上纳斯达克看到短线最低点？你去看嘛，从1月24号当天晚上到今天2月9号，纳斯达克的最低点，美国的纳斯达克的最低点是在1月24号当天晚上看到。那过年前，你在怕美国升息，你在怕本土疫情会不会大爆发，过完年会不会大爆发，你在怕俄罗斯乌克兰会不会发生战争的时候，我是还是跟你讲这句话。所以这个为什么一直拿这一张图跟你讲，低档都是利空。到整个过年前，你说哦，俄罗斯跟乌克兰会不会打起来？心想是这次没赶快呢，俄罗斯跟乌克兰可能要打起来，会不会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的我问你，打起来了没？怕呗？打了没？打了没？还没打，股市已经从17700多点涨到今天18100多的了，要涨了400-500点上来的了。航运股已经又涨20%给你看了啦，你50万少赚10万了啦，你100万少赚20万了啦，你200万少赚40万了啦，你500万少赚100万了啦。那换个角度，如果当初你在过年前看到这些利空，你会害怕的人，你砍掉的，你看你今天后不后悔？你过年前把航运股砍掉的，你现在财富少了20万了，哦不哦？你会不会很气那些叫你砍航运股的专家？你会不会现在很讨厌那些网络那些叫你卖航运股的网络酸民？不要相信那些输家的话，输家永远是输家的，他们话你不用听了，跟着赢家的脚步，你才会在股票上成为赢家嘛？你觉得信假设讲话有没有道理？好，那这是我过年前跟你讲的，第一天开红盘大涨，我就跟你讲是区间的，到现在为止是来到月线的，我个人看法是月线上下会有震荡。可能明后天这边随时就算冲高之后，随时可能会在这边上下做震荡，短线这边会稍微震一下，哦，原则上是一个区间震荡，但是你也不用害怕区间震荡，重点在选股。那说如果说重点选股，在明后天如果未来短线这边月线上下附近有震荡逢，我买什么股票？还是回过来我还是跟你讲嘛，好，哦，谁第四季财报好？哎，公布的第四季财报好，公布的不要喽，那个叫短期利多出尽喽，你就像台积电一样啊。开完法说会之后，就从680几回到620几了。哦，财报已经公布的，你看联电财报法说完公布完财报，联电是涨还是跌？对，联电公布完财报是涨，股票是涨还是跌？要还没有公布第四季财报，而第四季财报 很好的标的，股票才比较会涨。还有高股息殖率股票，哦，现在还没有公布配高配息。但是预期会高配息的股票会悄悄一直震荡走高，
那这些高配息股票跟第四季财报好的股票，它会一直跳跳震荡走高，不一定每天涨，但是它一个波段，未来这二三月就是往上，二三月就是往上看，涨到财那个什么财报或者配息利多公布的时候，才是你的卖点。所以为什么在过年前跟你讲过的嘛？我在送给你关键报告里面跟你提的这四档股票，你第一季准备获利收割嘛？二三月就是可以让你随时可以让你获利收割嘛？因为二三月就是要公布，随时要公布去年的财报嘛，再就公布配股配息嘛。对，最慢四月份要公布配股配息嘛。那一般大部分是在二月下旬，特别是在三月份，三月份是最多公司公布财报跟公布配股配息的时候。好，那如果三月份是最多公司公布配股配息跟公布财报的时候，如果未来这几天有震荡逢回，你是不是应该针对第四季财报好的公司？你是应该特别针对，好、哦、具有高股息殖利股票，未来这几天有震荡逢回，特别要特别的注意买点。好，那谈完之后，金融股部分，我想要简单带过去就好的。好、哦，我想两段的买点我都帮你掌握到。好、哦，今天金融股在网上它都很正常，但是我还是提醒你，别忘了这个叫做金融类股，你不要越涨越乐观越嗨又去追，到时候你不要像过年前追在短线的高点一样。好、哦，那时候一月中旬追到短线的高点一样。现在是第三次的买点。如果你对金融股，你认同我所讲的，好、哦，升息对金融股是利多，尤其今年美国的升息的幅度会比已经确定比原先预估的还要大的话，那对金融股利多一定是更大。好、哦，所以如果金融股第三次买点，你想第一次去年十二月底跟你讲，过年前我再跟你讲了一次，好、哦，讲完你看都没什么低档就拉上来。金融股的第三次买点，你有兴趣的，你来找我就对了。哦，这里就不多谈。在航运股部分，我不是死多头，但我更不是死空头。你自己很清楚知道，去年三百多块的万海，两百多块的长荣、阳明，谁叫你卖？对不对？你在追航运量这么大，我告诉你，你要小心了。我买电子。哦，这一波的杀盘跟我无关，之后我带你做价差。哦，那这个价差，我想就简单带过去，我就不多讲了。我还是一句话。阳明的价差我会在节目当中跟你公开分享，只要我的家族成员当天穿价成交，不管 买在什么价位或卖在什么价位，我穿价成交，我会在当天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好、哦，这是针对阳明。好、哦，那如果你手上有长荣的，或者你对长荣比较有兴趣的，好、哦，你就看信杰老师 FB 的股市群位，或者 Telegram 或者 Dice 的一个盘中的讯息。好、哦，就是很简单，长荣、阳明这两档股票我都会透过我的粉丝团盘中的讯息跟你公开分享。哦、我长荣买在什么价位或卖在什么价位，我会公开在透过我的粉丝团跟你公开分享。长荣、阳明都一样。那节目关系，节目当中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跟你分享阳明。那过去我就简单带过去就好了，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了。但是你回过来说，为什么说你做航运股一定要来找我，或者你手上有航运股套牢的人，你一定要来找我，原因在哪边？你看去年第十月份跟今年的过年前都一样，每次来到年线低档区全市场看空的时候，我叫你做多。去年十月份长荣、阳明跌到八十几块，我们告诉你，你不要砍在地板，你去找其他专家，你长荣、阳明一定含泪停损在最低点。来找我，你那时候是没有砍在最低点，我在最低点的时候，在相对低档的时候叫你做多。之后有没有涨上来？哦，阳明从低档涨了40几%，四五十%，长荣从低档上来涨了70几%。好，那是之前的，那之前价差操作一样简单带过去，就不多讲。再来，你看过年前1月20号，可是过年前几天的，大家这边砍融资的时候，我有没有讲逼近年线上下该买该卖？你现在回过来要买还是卖？如果真的让你回到过年前，请问113块的长荣，你要不要跟着我买？如果再回到过年前，请问98块的长阳明，你要不要砍？你要卖还是要买？我说历史永远不断在重演，对不对？农历年前会不会是航运股的最低点？农历年前后附近会不会是航运股的最低点？对不对？然后呢？您来到这边的时候，这个我该讲的都讲过去。你看看我在过年前跟你讲。113块进场，连前别人恐慌害怕停损，我开始准备贪婪，逢低贪婪进场。
然后整个长荣上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什么？人性的弱点，低档恐惧，高档贪婪，对吧？连线，然后跌破年线的阳明，你在怕？我们跟你讲，跌破上阳年线会不会是假跌破？跌破上阳年线会不会是假跌破？股价超跌，市场悲观，你要敢勇逢低买。好、哦，股神巴菲特至理名言，为什么你要来找我？就是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要贪婪；别人贪婪，我们要恐惧。好，那简单带过去，这怎么来讲？这要用台语来讲。人说你不听啦，贵看你第一行。明明看到融资大减，你要做多，你偏偏在低档上过年前把股票砍掉。你宁可相信那些胡说八道的专家，宁可相信那些看图说故事的专家，宁可相信那些网络酸民，劝你不要相信信假师傅所讲话。你相信我跟你讲话，你来找我的人，恭喜你，这一波的沙盘跟你无关，20%的涨幅你可以赚到，或者你航运股你不会砍在地板，对不对？有航运股的事后是证明我讲的话，有航运股的人你来找我，你是不是就不会砍在相对低档？有航运股是你来找我，我那时候过年前叫你来索取关键报，你是不是就不会砍在相对低档？好，对不对？昨天航运股是大涨嘛，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季线上下会有短线震荡？所以今天航运股开高震荡走低，收在平盘上下很正常，这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收在今天收在平盘上下附近的一个航运类股，我还是从长荣这样风筝这样股票杀下来又涨上来了。你有看到融资在进来，融资吓到不敢买，融资在过年前被砍出去被洗出场之后还不敢进来买。其实谈了这么多，我只想跟你讲，财报配息利多还在后面呢。啊，你是要逢高找卖点还是拉回找买点？如果你觉得认同信杰老师讲的，我、后面还有第四季财报利多，还有高配息利多在后面等，那你认同我所讲的，这边会有短线震荡，但是这个短线一个震荡拉回应该是找买点的人，欢迎来找我。好、哦，未来这几天长荣、阳明盘中震荡，什么价位可以买？来找我，我带你买。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